俺们快来腿儿，哪儿摘的腿儿？我在村口乡外不肯买的腿儿，今天上午吃个麻辣烤腿儿。俺们快来，我逮着，慢跑着走走西北风了。逮着，逮着！这腿儿好运动。哎呦，哎呦，没看到没看到嘞！哎呀，终于把你擒到了。这个腿儿啷个能跑噻？这个肉还劲道得很哦。我还差点，我收拾下。洗一把腿。吃烤腿儿带皮哈，烤好了比烤全羊都巴适。肉厚的地方当然花的，花头腌制也更入味。放入大葱、香菜、芹菜、洋葱丝、生抽、胡椒粉，拿出在淘宝上买的蚝油，然后跟兔子涂抹均匀。你抹那么多调料费都不要钱了？要不得好多哦，我这个兔子那么肥美，多抹点蚝油才好吃。而且淘宝全网进去东西都超便宜，那么大一瓶的蚝油啊，才4.9。那么便宜，硬是不赚钱了。人家淘宝上的很多商品都是工厂直供的，因为直供所以超值。现在点下方链接就能下载淘宝 APP 了，在 APP 里搜老铁福利，天天满分免单，狂刷10亿红包，等你开下个嘛。要得。做完按摩，腌制1个小时。腌制完成，给它穿起来。哦哟，穿透。用竹管撑起来，弄个烤鸡矮不嘛？阿刚点火烧点木炭，要得开干。加入木炭，烤起来。先烤干兔子水分，看我这炉子先进噻。哦，烤干以后涮上油，烤了一个半小时了，差不多了。再盖上花灯，油爆出来了。再涮上红油，哇塞！太香了啊！来点白芝麻，再放孜然粉、花椒面、海椒面儿，哇！点缀香菜吧，就这个碳烤麻辣烫，我后几天评论里面有个小红心，你没有给吗？谢谢大家！来呀，我请哦！要得，请干！来，我整个腿腿儿。哎呀！哦哟，来吧！哇！嗯，好对，好香啊！嗯，哇，嗯，如果说在嫩点的话，能烤出脆皮的感觉哦。嗯，这是个老头啊。哇、哦，这皮子最巴适，来挖工。嗯，对。嗯，就跟四季才好吃。收多少啊？嗯。哈哈。嗯。嗯，阿光爱不？爱是爱，就是有点老。下回整个嫩点的，拜个拜。